禅机山回心圣教东山道场将在国历111年12月25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。佛经的法语带给我们光明的心，剔除三毒烦恼与累世业报，祈求天灾永息，天瘟永息。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沾佛恩。道场地址：台中市东山路一段380-1号，询问电话04-2435-0297。